富贵牛减脂教程，首先将正方形的纸对折，这里是牛的脸，然后这个位置是鼻子。那么这里呢，咱们就把它的牛角画出来。上方这个位置是画牡丹花的，这里画的大体的是牡丹花的花瓣，要剪毛刺，再给它加个花边，这样牡丹花就完成了。那么我们再给它加上这样的符号，就是月牙纹装饰一下。最后再把牛的眼睛画出来。这个位置呢是牛的鼻子，同样要装饰一下。牛角我们用多个月牙纹来进行装饰。接下来我把需要剪掉的位置用阴影给大家标画一下，当然外轮廓这个位置是需要剪掉的。需要剪掉的位置还有牛的眼睛、鼻子，还有这些月牙纹都是需要剪掉的。